都可以。吃地景吃野仔，倒车入库。你就不当上？顶一仔阿莫，才放顶错。我好忘记他了啊！昨浪向买好，我可是有点忘记他了。进去了，就在 S 位。哎，又好了。啊，好了，辛苦小哥了。S 位做好之后，窄路掉头。嗯，哦，行。再来，重新来。这趟要弄好了啊！再弄不好，我要不开心了啊！我讲过多少趟了？侬动作慢，所以讲侬要提早一点啊。对，去挡好了。十了不啦？再过去一眼眼。十就是好么？再一眼眼。好好好好。来呀，要有鱼啊！前方有障碍物。OK， 前方有。回家啦，我就是来了。啊！请我不好去上厕所。啊！请我去上厕所。这裤子啥的，这些为啥子要换我了？现在哪能说啊？侬要哪能？我走开，稍等，你走。这个哪？伊这个啥意思啦？伊弄了身浪向来，搿换下来，搿再穿上，搿穿上去之后再穿上去呀。哪里穿上去？哎呀，搿一条条穿上去的呀，要。叫穿上去。哎哎哎，脱出来，侬才好穿搿裤子呀。哎呀。如果能够做了海上娘才吃不消了，那青山农一点吃不消了。他还说他不好。我经常讲，不好的事情我就讲，明天会更好，不要看眼前，明天会更好。明天会更好，这才是想象当中。如果像现在这样，明天跟今天差不多，不会好的。我自己知道，啥也不行。现在嘛，就是买车啊，现在就是买车，现在就是你看，考驾照，两个事情，就是一个车。考驾照，我想问题不大。我在你这个问题，持续要学习。我现在要练怎么走？到出手方面应该一二三，我还是做前头的倒数十口，半圈，到了以后再一圈，到第二趟到直线了对吧？我还是半圈一圈毛，跟着做。动作做出出来，哦，我晓得侬，侬也讲不出晓得了啊！侬那两只项目搞了反过来了，哎，反过来了，
那因为哪能一到辰光，到了辰光，我想不着了，买了，哎呦，想着了那弄了。我外个搿只动作好了以后啊，我后头动作已经想好了。我帮侬讲，我就活了搿样的，我就活了搿样的。因为想想后头，一年没做其他第一步，一年步初次动态勿是静态，一两步就想好事，考试肯定勿及格。冇想跟哪能我硬想不起来。搿些做来做搿只动作，侬在想下头的下头要做啥，侬就错脱了，就来不及了，对吧？不好去想，一点都不好去想。侬听着伐？晓得个，晓得个。脑子搿两天休息了还，前头两天呢，倒来倒去倒搞啊，搞乱脱了，倒乱脱了冇好了，头昏脱了。哎，侬醒来不啦？九妹，哎，侬下起来不啦？九妹，他假睡。真睡，真睡，他睡得很香的。我们讲话，他都听得见，他就不理我。你叫他出去玩，他就去。九妹，你看他不理我。我这叫这么想，他也不理我。他睡着了，睡着了。睡着了，睡着了，没声音了。睡着了。那侬光光人话。哦，侬是听见声音啦？你不听，当然听不见。你把你耳朵关起来了吗？哎呀！哎呀！你不要讲了，不要讲了。啊、哦，我不要讲了。就我叫我修养，我就叫我修养。哎，就修养，你就帮我修养。将来明天会更好。老面皮。他也是老师，我也是老师，我们那个时候教的东西都一样，都是体育。我从小就是爱玩，他也喜欢玩，他带着我玩。哎，这照片随便拉出来，写一种张张好啊。不，你自信的吧？你听不啦？这个是真正我的财富，运气我蛮好的玩意。你看我这个照片拍了多少好啊，完了啦，这个什么呀？一到暑假了，他们说你要到哪里去啦？我说到哪里去啊？去了。他爱拍照，他给我拍照嘛，我说我也跟你拍。你看。好玩啊，有趣。所以我的同事啊同学啊都说，哎呦，你是运气很好的，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他。这个珠峰，珠峰大本营，激动了不得了啊！他要去，我想我不能去，吃不消。他要去嘛，他一个人去不放心，那么我就去了。下大雪，我们就封在两天。哎呀，到这地方，气透不成。这地方是去的很有意义的，可是现在到底意义在哪里，我也讲不清楚了。到红旗拉坡5500公尺，我带了两个哈密瓜，四瓶白酒，送给解放军。八七的他们军人来了，我给他们一个哈密瓜，给他们两个白酒。哎呦，怎么样？你中国好，中国好！一个解放军，一个八戒在，我爱人站在中间，我们三个人拍个照。妈呀，我的爱人高兴得不得了。
这个就是生活。他们就说：“哎呀，好啊，你们真高兴，你们真有味道。”可是味道日久长了，味道也没有了。他说他要学开车，我说你去学开车干嘛？哎，带你出去玩呀。那我说好啊，你去吧。徐老师老顶正啊，这个假期好。不好忘记他考试，忘记他就怪他了。哎，就怪他了，对吧？接了该刹车高的。哎，怪他了。对吧？给他当废他了，往右挡，挡上。管得牢嘞，徐老师啊！侬不牢，侬就怪他了。闯祸嘞！那个方向盘随便老驾驶员也不好送的，就这。前方有障碍物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侬开啥么子？侬刚开啥么子？速度。侬刚开。怪他。搿只啥么子？关灯灯，搿只灯啊，放这个呀，根本搿只啥物事啊？哦，清除脱了。侬那屋里清老头子啊，没啊，老头子本老把我清到搿物事，清除脱了。搿啥物事晓得伐？侬要搿啥物事晓得伐？不晓得。搿收音机，为了对不对？实了。看看清爽。实了啊。看看清爽。实了啊。按脱了。打灯，打灯呀！主要方向盘我也转了。打灯呀！打灯。灯呢？哎，当灯呀，灯了噶一搭，方向灯了噶一搭。哎，我是不着理，我也不着理。那么侬要哪能着理？侬讲不？哎，我想这我这个两次来理啊，一次两次三次有信心啊。那么再理啊，再理。哎呀，再理。哎呀啦，再理。侬哪能讲叫有信心？侬讲不？我听哪能讲叫不着理？这里。谁呀？侬跟侬谁呀？因为今天是第三十次，三十次什么概念？正常来说，两个学员毕业了。喝点就喝，挡死他一，挡死他一，挡死呀！你挡，哎，挡死，挡死，挡死，好，挡死，挡死呀，挡死呀，挡死。我不清爽的了，看到了吧？错的吧？再来点，死了吧？点。这个区别啥意思？我不晓得了。等到哪了？停下来，死了停下来呀？死了不啦？停下来吧。死了停下来。停好了呀？好了呀。哦，部长，我不是做好了吗？要哪能？我没不清爽。那我来拍上面，来，你说。我给你一块在这里。啊，不是啊。那我应该到处理搬去再出去。搿只账目晓得伐？没有，我就勿晓得。搿只账目，搿是侧方停车呀。侧方停车，哎。侧方停车，那车子摆进去啊。侬搞混脱了，混脱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搞清了吧？晓得了。晓得了。出去了。出去了，再联系我一下，好伐？嗯。开出去，到处再做两次，侬勿到处搞吗？两账目搞吗？我不如到处去做两只，好不啦？嗯，喂，侬现在阿拉搿样讲，老先生，侬要把阿拉小正确晓得，侬到底现在目前，阿拉现在看下来项目，侬在来三啊？侬两只项目搞不清爽？哎，我有信心了。根本侬搞不清爽以后，侬要把阿拉晓得，哪能讲侬好搞清爽？那有车子搿，那搿样倒过去，侬坐高我看，用搿样倒过来，三。一圈给侬围过来，我比如要到前头去看，现在这些人家，侬搿搭看勿来前头，搿勿是前头看勿看？我现在侬到了头头晕了，
有新的么子有。搿没新的么子，我没讲过任何新的么子。那么我不懂呀，侬没新，我不懂呀。是做个辰光蛮轻松，可是现在糊涂了，搿只现在糊涂了。没得玩，没得玩。那么我现在呢，这个操作还不合理，不是不合理，是侬会得搞清他，对吧？哎，说理吧，不合理。理了多少趟了？叫理了交关趟手了。这个为啥不合理？我这个老头子啊，侬去年吃了一千半，搞了一千半，侬现在我去年吃。一般学员侧方停车跟倒车搞混的学员几乎是没有的。完全两个不同的项目，怎么可能搞混？哎，我以前做的是对的呀，真没好啊，就做了不着力，动作做了不出来。我要做的下去正确，百分之一百正确，对不啦？我刚才做对了嘛，才做出来了，那个做老漂亮了。我现在什么项目里了？就是我思路现在老清楚。这么便宜啊！啊，我买20万，我想买日本的，就我的家有两次给日本打掉，不好，还买中国的，别的，我想努力，努力。买到肩袖里边有损伤，有点那个肌腱炎，另外的话呢有部分撕裂的可能，骨头上看也有一点点问题了啊。嗯，往上抬。哦，好好好，120，往外往上。哦，这才60度，嗯，很差的，它的功能很差的现在。嗯，我不建议他再去练车，会加重他的损伤的。侬自家帮伊讲，我帮伊讲没用上的。目前来说，最近我不建议你去练车。嗯。两个月、啊、恢复啊，两个月不一定能恢复好，明白吗？嗯，知道。你跟他谈了，我实在是谈不了，我实在是我求他也求过了，我一点也没办法。我没有多少日子，我想再过两年，不知道吧？我心情好，我就回到五年。我们到世界上是客旅，你到世界上客旅一下子就过去了。你到世界上不能做客旅啊！女儿她家饭吃好，生活好就好。作为一个人，要有信仰。我要买2辆汽车，一辆吃住的，将来女婿、生女婿还有外甥都可以坐。我这个形象也不错的，你看多美啊！我们做什么都好呀、啊，所以讲我们今后的更好。我还买电瓶车，买700公里的，这个什么都美啊！我也想的是这个。工作的事情不要心情，对吧？
这个老头拎不清。我一点都接受不了，一点都接受不了的。好了，后面我们怎么生活，根据我们这个条件力量，是可以生活得很好的，是自己的脚步在自己脚上，对吧？好，接过来。你坐过来了啊。啊啊啊！一直做这个老年病。哦哦哎。啊，所以讲呢，伊也没办法，眼睛老好了，也不想也不啥么，但是伊个肯定骨头老痛的。那他门上这个心脏了啊，其实他心脏也不是心脏是还是老年病啊，因为这心脏呢，心脏白膜不大好，那么这个呢，侬不开刀，侬是弄不好的。嗯。那么侬就尽量不要把伊消耗了老快，老结棍，各方面能照顾就尽量照顾到位。哎，只要听见吧。蛋白粉咯，啥吃吃伊，就搿能介样子。侬否则侬也没办法，因为伊搿个，对个，侬一下子补不上。伊心情好辰光，牙齿好，心情勿好辰光。伊是老色相个，伊勿大相，实际上伊真个人老痛个，老难过个，晓得伐？嗯。蛮好了，两年啊，侪尽职尽责的，好伐？跟我配合得好。对吧，我都好，你是吧，好吧，嗯，人生这样好呢，没好呢。哎呀，农民啊没激将啊，你讲农民激将啊，哎呀，你说啥嘛，不要这个。我觉得我先帮你走起。我能下去读。啊。李医生叫我等下到陈医生的去看看。好了，我什么？我看毛病哈，我看好就打侬回去啊。好。哎，侬帮我也看一看啊。好。血脂是非常高啊。那我上趟给侬看过，侬应该一直在吃药了，老妈一直吃啊。太高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侬比赖差了啊！侬比要小30岁了，三十几岁了，比阿拉爸爸小32了要。你太高，太高了。嗯。照顾伊拉的同时，对自家要好点了。那哪能办法呢？我觉着我那搿里搿一个号头倒回去。侬可以好叫吧，后日总算抬下去了。可以寻保姆呀，侬负责是。保姆幸好被伊回头脱嘞，陈医生啊，我真的是，噶不跟我讲就搞伊回，被伊回头脱嘞。那现在阿拉三家里侪生毛病了，懂吗？这个自家要，大家要同心合意，好吧？好吧？哦。嗯，没关系，好吧？嗯。是上来之前是不吃饭，今朝困在床高头，那阿拉一家给家了，阿拉，侬身体好，阿拉大家也好啊，好吧，好吧。哦。嗯。这边呀，阿拉三个人身体也不好，阿拉商量商量吧。哪能办法？我也不晓得哪能办法呀，哪能办法？啊，你要商量商量吧。哪能办法啊？侬阿姨嘛又不要用。啊。侬阿姨又不要用。那至少他也没办法，他自己也身体不太好，他也累极了。我说嘛，侬还要逼我把阿拉两个人推掉了。问题了，对吧？嗯，我跟人去吃饭哦。啊。前头老早一直是跟人唱过来了，我唱到现在了。嗯。对吧啦？好不叫侬，不叫侬，侬现在让妈妈就跟人吃了。个问题是我也唱不了呀。啊。我也唱不了。你唱不了，个马上呢？这个现在。现在等于唱一唱。
你睡吧。我怎么办呀？我怎么办呀？我怎么办呀？这就是我的幸福生活。看到吗 ？Baby， 看到吗？快进来了。哦哟，像只摸到头一样。处置好了以后，开好了以后，说彻底分开了。侬现在要哪能，侬就哪能。哎，但是我想法，妈妈你要安排好。我放弃了两个我最最重要的人，来来，不是两个最最重要的人。我错了，我不想想。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了。侬讲我哪能办？我现在要照顾两个老人。别讲了，啥子？现在侬才是我不好。今天我没路，但是我。老婆，我错了。我明天比今天更好。这是真实的情况，实实在在的情况。我这个人坏人。我醒不着呢，醒不着呢。哦，醒着了，醒着了。你好啊，你好呀，跟侬听我闲话呀，听我一趟。没办法，就搿能介困辣海呀。我困辣海。侬讲讲，侬又勿陪我，我现在辣辣家中，侬又饭也勿吃，饿死他，对伐？侬又困觉了，我又困觉了。侬屋里屋里困觉么好了，越困越不得了。应该晓得有么侬要想办法要解决呀，是吧？饭要吃好，营养好，那去弄好那呢。侬讲不吃了，不吃么好了，人昏昏过去了，过去么好了。你到当中我报警了，人跑脱了，只有侬讲对吧？对吧？那行，我不。阿拉阿叔总是讲，要不越久的越好了。那不要去，阿拉想办法，好吧？哦，那这个要大家体谅懂吗？像侬现在搿能子，我就体谅侬，没那种管他。侬饭勿吃，我一定要侬吃，对吧？对吧？这个要对吧？要相应的办法，好吧啦？但是侬。这拍嘛，我哪能弄不呢？现在一点没办法了，对不啦？好吧，好吧，我不提了啊。我拍得动不啦？好。我拍不动呀。贝贝，根本就不对了，有可能一讲不吃了，早明是不吃，今朝伊不吃，啥么好？早的是眼睛叫伊吃的呀，对不啦？来，起来吃药。
侬拐高不是一个叫啥个？侬想着领导要拐高就拐高，侬不要跟我性格不会的。哎呀，我也想。如果死了就算了是吧，可他不让我死，要把我留着，那这不是更累吗？硬把我留着，牵连着他们。等妈妈弄得好一点，像现在，假如两年前三年前不吃饭，休息了，就走脱嘛，走脱了，高饭不过啊。侬明早三点钟呢？买好准备就哪能去啊？后面啊，好吧，你走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你做会得更加好。好吧，爸爸有信心。好吧。他知道如果把我弄好了可以跟他一起出去，但是我现在就是不行，因为我知道他也是爱玩的，我也是爱玩的，我不能玩是我身体不好，他不能玩是因为我身体不好，对不起他。我早饭你不吃，我最苦恼的事情，最没办法的事情，你不吃我的早饭，我他说我狠的话，我中午不做饭给你吃。哎呀，我想怎么会想这么想，中午不给他，确实没有想出来，啊，中午不给做饭吃，中午不烧了，这个家没有了。但是我想明天会更好，明天会更好，鼓励他。我想现在这两天现在苦啊，我明天到外面休息，条件好得很的呀。有的就拆了什么随便上吃点，好吧？我预购两口。啊？我预购两口。我两口。预购两口。哪个？侬预购两口。侬自家我两口，不是侬一我两口。好，来，花饼叫花饼，有的花人啊。没一个吃了，还没一个吃。奶奶。要让我直播上来抖了，我去。啊。让我直播上来抖了，说明我直播空了。我直播的，你没听见，听不出。那我鱼煮的少了，好吧？好啊。学好了，我就弄直播上头。好，可以吧？好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总算吃了一点了，哈哈哈哈。车上呢，你等那个，你等。搿侬没办法个呀，伊搿种程序是个程序啊，侬现在又哪能办啊？侬讲是吧？这个妹妹还好，哎，好好要中大考，还要几号头？要两号头。那这小路考考大路考，那么好，出来了。还这么好哩啊？大路考。还不能出来个？啊。我勿是怕难事，对吧？有几个嘛？到底呢？你岁数了，对吧？那农要好。农出来了，太阳出来了。对呀。好了，你出来吃饭。